你先收吧。好，开始开始。好，大家好。好。每次别人这样问，我都要想一下是在批评还是赞美。那就当是赞美好了。所以我都跟别人说，我只是创新有主见，不是反骨。原来不是反骨，是自恋。不是自恋啦，自信。自恋。但你不觉得有时候反骨可以很反骨的很讨厌？